拼得不错，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，看谁可能会更好一些，可能这个是。就是感觉双方今天准备的都比较充分嘛，但是可能在一些细节方面，然后自己在执行力上面欠缺了一点。第二局周一周的时候是赵烈给反击，之后是12比10拿下了第二局，赵烈是怎么跟你们沟通的？其实主要还是坚定吧，在场上，因为其实，在领先的时候，第二局领先没追上来的时候，出现一些犹豫的情况，叫个暂停也是为了缓和一下吧，然后是两个人上去以后更坚定一点。就是下来，那个坚定一下战术。第三局上来是直接打了，被打了一个0比6，当时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。上去对手有了一些变化以后，我们的球技还是慢了一些吧，相对来说。无谓失误稍微多了，就是在前面。对，其实最后决胜局也是输在了一些关键战上面，那觉得自己在接下来需要改进哪些方面呢？我觉得像前三板的这种应变上面处理上面吧，觉得还是自己减少一些位数吧。还是在那个紧张的时候吧，出手的坚定性在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。但我们还这只是2022年的第一站比赛，那接下来的今年还有什么小目标、小目标？因为这次是新年的第一次比赛吧，然后，首先感谢能，有这样的机会，然后，希望后面自己珍惜每一次的比赛。我也是吧，觉得有这样的比赛很难得，觉得自己很珍惜，希望你是越来越好吧。